沉寂了一段时间的 Realme 近日宣布，将在11月17日发布 Realme 数字系列的回归之作 Realme 10系列。本次 Realme 10系列采用了不输旗舰产品的曲面屏，还将2160赫兹的超高频调光用于首发产品上。与此前的480赫兹低频调光相比，2160赫兹超高频调光降低人眼在长时间使用 OLED 屏幕时的疲劳感，更为护眼。Realme 这次真的是下血本了。但令人疑问的是，这么能打的产品为什么不选择在双十一期间发布呢？或许是 Realme 对这次 Realme 10系列的产品信心满满，不介意发布的时间。究竟市场反应如何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